又觉得不是我，是命运。不然我跟大哥怎么会以兄弟相称？说起来，你还要称我一声叔叔。郑光兴，你不要给我得寸进尺哦。我是很感谢你救了我爸，可是我也说得非常清楚，公归公，私归私，你不要跟我公私混为一谈，在那边部队扯东扯西的。那就等放假到班长家慢慢聊。也不准。好，我尊重你，以你的意见为主，我去拒绝大哥的邀约。很好，你就跟我爸说你要回去孝敬你的父母，这样说他不会为难你。好，我马上去回复大哥。休息好就继续练习啊。十七连安全士官中士班长周学文，你好，长官，请问哪里找？是找潘班长吗？好，你稍等一下啊。哎，是潘爸爸吗？好久不见。请问您最近好吗？我。喂，爸，什么事？来啦，是这样子的啦。我想请我的小老弟吃饭哦，可是我听说你对他好像有点意见哦。来啦，你老实告诉爸爸哦。他在连上是不是得罪你了？得罪我？他这样跟你说的、啊？他是没这么说啦。不过我要请他吃饭，他忽然回绝我，然后跟我讲说怕你不欢迎他，而且他说之前你已经跟他说过了，说班长跟班兵之间还是保持距离啊。我是有跟他说要保持距离，但是保持距离，跟谁保持距离啊？反正我跟他没有什么问题了、啊、爸。他是你的朋友，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不用顾忌。至于他心里的想法是什么，我不清楚，你直接问他就行。拉拉，他是你的班兵，你怎么会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呢？你是他的班长哎、欸，你有没有士兵啊？爸，你才有没有是人嘞、欸？你突然捡了一条流浪狗回家，就让我们陪他吃饭，他什么来历你有摸清楚吗？流浪狗陪吃饭，他养了新的狗。还是一只流浪狗，那很有爱心啊。现在狗还会陪吃饭，这么有趣。拉拉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怎么说人家是流浪狗？你不要忘记啊，他救过你爸爸。我跟你讲，我强烈的怀疑你哦，对他有意见。我没有。你之前讲话就不是这么没有礼貌的嘛。爸，我只是想说我难得回家，可以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好。好了，我不想说他了啦，以后不要再为了他的事情打到连上来。没什么事情的话，我就先挂了。喂，哎，朵拉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啦，学长。你是不是因为相亲的事？不是啦，谢谢学长关心。哎，那你是要跟谁保持距离啊？流浪狗。流浪狗，哎，我以前在流浪狗之家当过义工啊，我会洗狗，会擦狗，会顾狗，我也可以当你的小狼狗啊。朵拉，你不要狗啊，什么狗啊？什么狗？周学文班长，站哨最好执勤，这么喜欢狗啊？等下哨之后，算了再跟你好好聊聊。方士班长，我刚在查东西，所以我在顾狗。好好执勤吧。是。班长慢走。将军，哇，你怎么这样下啦？这个叫做逼则反兵，走则检视，进随物破，内其气力，消其斗志，善而后擒，兵不泄刃。西老高，你讲人话好不好？跟你有代沟都听不懂啦。嗯，就叫你读书吧，这叫欲擒故纵。叫你多读书啊。他叫我念书，他不知道我学霸吗？哦，是哦。毕业证书拿出来，毕业证书拿出来，快点念书。郑光兴，快点。莫名其妙。报告班长，你是要到我说吃饭是不是？停。李哥。啊，
拿什么？听不懂啊！离开。好。要动我的旗啊！抱歉。你学霸吗？移错颜色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郑光行，你现在就回复潘大哥。这不就被你拘尸掉了？啊，你要输还是要？快点！郑光兴，不就想逼死我同意你去我家吃饭吗？不理你，我就看你敢不敢来我家。班长，那我多动一步啊。哪有这样的啦？干嘛？你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没事啊。有啊，你刚好叫我的名字呢。我是班长，你是兵。班长叫兵，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更何况有的时候还不需要任何理由。就像喜欢一个人也不需要理由，讨厌一个人也不需要理由。刚刚啊，我去医院一趟，那个赵雅芝妈妈的状况，医生说是急性盲肠炎，开刀之后就无大碍了，后续只要住院观察个3天，就可以出院了。那赵老师这一周就没有办法参加训练了。不过还好，赵老师的体能状况还不用太大的担心。是啊，赵老师的状况我放心多了，所以我也跟连长报备了。连长同意让赵老师留下来陪妈妈一起出院回家。我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的结训。本来每一期都有不一样的状况嘛。这一期除了刚开始有点天兵之外，现在应该也慢慢进入状况了吧？我突然想到夜市，我那时候在墙边想要落跑，不过现在变得越来越精实了。所以说啊，没有带不好兵，只有不会教的军官。这几周真的辛苦你们二位了。是。接下来就要建策了，让我们一起完成它。别忘了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是。朵拉，请问 promise me 是什么意思啊？答应我。那 stay with me forever 又是什么意思啊？喂，喂，学长，你到底在干嘛？这么简单的英文你怎么可能不会？哦，这些简单的我是知道了，但就有一些比较艰深的，可能就有点困难。你还在准备英检啊？对啊。打开课本才发现，念书距离我好远好远。学长，你如果把关心我的时间拿去念书，你早就已经准备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没事，我跟你开个玩笑而已。你应该还在忙吧？那不吵你了。学长。怎么了？哎，你干脆把你现在看的书拿到中山市，我直接教你比较快啦。好，没问题，那我马上下去。朵拉还是又舍不得我。
有什么是你放不下的？我本来以为我可以很潇洒离开，但是那你会找得到不让你去美国受训的理由吗？会有吗？会有吧。宋柏，集中训练的通知书已经来了，你一定通过了吧？我收到了。你通过了，你呢？我本来不期不待，没有伤害，没想到我竟然通过了。你让我拥有微笑的力量。枪！是不是拐到脚？没事。明天不就要体测了吗？对啊。怎么不好好休息呢？我想要跑一下，维持一下感觉啊。你每天都在营区跑，还可以拐到脚，你也太不小心了吧！我帮你看一下。起来了，没关系啊，没事啊，没事。光可能看到你太紧张了吧？没有心情开我玩笑。还能不能走？不能走，你要背我。你是不是很严重啊？没有啦。你看着我再说一次。我真的没事，等一下我去冰敷一下就好了啦。你不要这个样子啦，我没那么脆弱。可是那明天……明天我一定会顺利通过的，我不可能输在最后一步。我不想要留下遗憾。那你回去要好好冰敷哦，要不要我帮你？好啦，如果需要你帮忙的话，我跟你说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对了，等一下回去的时候，不要跟他们说我扭到脚了，我不想让他们知道，我看到你会紧张。你又在说笑。好了，走吧。嘘，不要讲。你要不要我扶你？没事，我可以自己走，可以自己走。确定？真的 ，OK。不要逞强。没事，你看，我好了。明明就没有好。好了。学长，像他现在进行式呢，就是动词加 ing。嗯。然后过去进行式就是 was 加动词 ing。哦。然后未来进行式就是 will 加动词 ing。这样懂吗？懂。哎，我还知道一个英文字跟懂有关系的。Don't worry， 我懂了。Don't worry。啊，但真正用懂是你可以讲 I see， 就是我了解。好。对。好。然后基本上你只要了解这些的话，学英文的一刚开始都会比较上手，就比较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。我知道了。这个 will 加 ing， 我觉得他就是在讲，就像我们两个现在这样的关系，就会变成 will 加 ing， 对吧？对，也是可以的。啊，不过我也举个例好了，比如说未来我转军官，如果学长不努力，结果变成我的班长，到时候我就会天天电你。我知道，用眼睛电我，对不对？走啦，英文教学啊，上英文课。台长好。好。
排长刚刚去运动啊？对啊，刚好我们要健身，所以就先提早暖身一下。我好羡慕学长，都不用准备英文，要是只要测验体能，我一定没问题。人家送牌是因为当初申请的时候就减负了英检的成绩，当然不用考啦。像你啊，什么都没准备就学人家一起去申请。哎、欸，那是送牌找我去的啊，我想说我会被刷掉啊，谁知道就过了。学文，宋排长以前在官校的时候成绩很好，英文更是他的强项。哦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是他的学妹啊。还好啦，只是我想要去美国受训嘛，所以那时候在宿舍有空的时候就聊一下。嗯，那学长，你要不要露一手给我们看呢、啊？好啊。嗯，没有，宋排长你。I'm a Marine Corps Lieutenant from Republic of China. Since I stepped into the military, I put the general interest over my own interest. My mission is to priority my assignment tasks. I strictly follow the military discipline to value honor. Won't let my officer and family to be worried.No man left behind. Semper Fi. Yes, sir. 刚好就学一句啦 ，Semper Fi， 永远忠诚。Semper Fi。嗯。学文，听得懂宋排长在念什么吗？大概听得懂。他念的是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信条。哦。难怪我就觉得听起来那么熟悉，而且我第一次听到这么流利的英文，宋排，所以明天 please help me， I want to go to USA with you， USA， USA， you and me， USA， 学长， USA， 你只有这种英文最好了啦， USA， 学文要好好学习。朵拉有情有义，还愿意帮你恶补。如果是我，你又骗过我，才懒得理你。哦，是哦。嗯。好了，学文，好好学吧。念一句就把它写起来，把它讲出来，效果会加倍。好，我相信你做得到的，加油。好吧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嗯。谢小曼，谢宋曼。加油，排长再见。加油。像这个啊，哎、欸，其实杨排说的对，你人那么好，还愿意帮我。现在才知道，啊，那是因为大家都同事嘛，啊，因为刚好又再加上我今天又比较闲，如果平常我忙起来的话，我才没时间教你呢。啊，赶快啦！那今天就是我的 lucky day 喽。孺子可教也，你讲的没错 ，Lucky Day， 学到单字还不错 ，Lucky Day， 对吧？啊、对对，没错。安静，继续。罗拉，你可不可以温柔一点？老师都很温柔。是因为这个学生很难教吧？哦，是哦。好啦，专心啦。The children, children are flying kite and.Invite his girlfriend angrily. Dinner for a Chinese queens.Thank you.
谁？文昌。郑光心。不睡觉在干嘛？我，班长，我睡不着。哦，所以你之前操练太轻松，不够累。不是。你居然还有闲情一直在床上给我画画。不是，我是因为下午喝了一罐咖啡，所以现在有点睡不着。好，我有一个办法，保证可以让你很快入睡。班长，我不想跑三千，也不想跑六千，更不想跑一罐二。不是想加那个办法，是另外一个，保证有用的办法。班长，你干嘛？教练很可怕哎，教练那么可怕。班长，你是不是买错了？这英文的程度是国中程度哎。郑光心，你是在取笑班长吗？班长，你看起来很聪明，又博学多闻。我想说，英文对你来说应该是难不倒你才对啊。但人都有弱点嘛，你英文不好，对你来说应该只是小不言语。你整体来说还是很完美、很棒的。好，算你还会掰。哦对，这几题翻译你帮我看一下是哪里写错的话。好啊。班长。这谁帮你改的啊？字还蛮漂亮的。朵拉班长啊，他英文比我好。所以朵拉班长都会帮你恶补英文哦。对啊，他说不会可以问他，只是现在时间太晚了，我问他我怕会吵到他，所以我就。班长。以后这种小事你就找我就好了，不要麻烦朵拉班长。来来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一题。我煮饭给我太太吃。你这样写是错的啊，你念是你的答案。I cook my Dora。班长，你这样写啊会变成我把我太太煮来吃，严重的错误。而且啊，太太的英文是 wife 不是 Dora， 应该不会连 wife 都不知道吧。我知道啦，我知道 wife 就是老婆的意思，但我就想说我未来的老婆就朵拉，所以我才会写 Dora。 I cook my Dora。 你干嘛突然脸垮下来？我说了什么让你心里不舒服吗？干嘛一脸不屑的样子？班长，我必须很严肃地跟你讲一件事情，学习语言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。像你这样答案乱答，又嬉皮笑脸的，你觉得教你英文能够开心吗？应该不会，但我也没有嬉皮笑脸。多了就多了，外服就外服，你这样乱填不是嬉皮笑脸是什么？是，郑老师。不会就好好的写嘛。那你看，这一题是错的。这题也错，很夸张哎！你全部都错的吗？全部重写。那我重写之前，我想先问，我前面这个错的地方，你可不可以？先不管前面，因为这些字我不太会念。现在很晚了，我们先把这面解决掉，来先全部重。可是老师不就是要帮我解决问题吗？我前面这个地方，我想要你念给我听看看。这幼稚园程度哎 ，Good morning， 你都不会。可是这是隔开，怎么会是 Good morning？Good morning 是早安、啊。旁边这是 Good morning。我前面这边有错的。你先写这边，你待会再去看前面。你先把这边解决掉。我前面。朵拉，上尉副指挥官到弹战场看新兵操练，他对于女兵之间互助团结非常赞许。不仅央排推崇你的带兵方式。副指挥官私底下也称赞你，才来中心短短三年就可以做到带兵带心，这也表示说你深受新兵的信赖，这对领导者来说非常困难，可是你做到了。
吴道长，我很感谢副指挥官对我的肯定。其实我一直认为，虽然他们是我的兵，但是也正因为他们愿意相信我，愿意对我敞开心胸，透过互动，我才慢慢摸索出如何带兵。是啊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你说的这些都是要靠经验累积，我也相信你花非常多的心血在里面了。我还记得辅导长你之前提醒过我，大兵守纪规定自己给自己的政治班，但是你之前是不是跟新兵说过，所谓人性化的管理是照你人性，不是新兵的。好像有。我一直在思考对新兵的人性化管理到底是什么。所谓人性化管理，就是在纪律还有服从的原则下，重视新兵由民转兵的努力过程，还有他们心境上的转变。我们这里是新训中心，尤其对于他们这些志愿役来说，新训中心给的操练不仅仅让他们成为一个优秀的军官，让他们由民转兵，也奠定他们成为优秀军官的基础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这些班长啊。所以有人开玩笑说，在新训中心，班长是新兵心目中的神。哎呦，我觉得比较像保姆啦。那也像是女神般的保姆啊。没有啦，我觉得杨排跟宋排他们在各项操练上才是真的厉害。当然他们的表现哦也值得赞许，只是两者角色定位不同而已啊。目前志强呢已经确定要出国受训了，连上教育班长的余缺还未补齐，但是下一梯的兵又即将到来，如果你要转任军官，我担心下一梯的接兵任务很难完成。我跟连长啊也在想要如何调整，不过这攸关你个人人生的生涯规划，我希望你想清楚之后再跟我说。是，谢谢辅导长。另外我要提醒你，你的申请书还没交给我，如果申请期限过了，我就无法往上层了。好，我会注意的，谢谢辅导长的提醒。另外我也会谨慎考虑，不会造成连上困扰。既然连上需要我，那我是否应该留下来呢？一起洗了，不要挤了。我有一起学死哦，师傅，你没看到这名是 People Mountain People 系的吗？人山人海，请您到别的地方用 ，Thank you。什么的 People Monkey 了？哎，方静啊，你昨天晚上从学分上请出来干嘛？我就陪他读英文，读了一整晚啊，大半夜的。听说学文班长在送牌，今天好像有测验。哈，算了吧。学文班长，他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，我看他测验都不会过。你说谁测验不会过？班长，我没有啦。我是说你不可能不会通过啦。哦，是吗？对。都已经要集合了，为什么你还没有灌洗？课满了啦。课满。
哦，所以是班长眼睛坏掉，刚好看到那边有一个缺口了。不是啊，班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都坏掉的。圣光君，你搞阿飞？是水龙头坏掉，是我的问题吗？去用。不行。Do you doubt me? What?班长因为是怪怪的。班长，是曾老师。你应该要说 Are you doubting me? 是吗？Are you doubting me? 班长，我看你还是说中文好了啦。干嘛？怀疑啊？你明明就知道我说的意思。知道我的意思就好。你到底有没有要灌洗啊？去用。建测5000嘞，而且对手不是一般兵，是全国最优秀的军事官嘞。尽人事听天命吧，
错过今年这一次，下一次都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。今天我留全力以赴。学长，你说这句话真的是太令人感动。好了，走吧，出发吧。哎，等等，少白，难道临走前你不想去看一下你的心愿女神吗？谁啊？你明知故问。他游泳池上课。好了，走了。今天是永训的能力测验，待会甲乙丙组开始进行测验，有没有问题？出发，下一波就位。没有山不能跨越，没有海不能冒险，让历史记得这一天，当我用心立下诺言。人体教学看板，来，我先做，你跟着我做。今天各位表现都很好，尤其是丙组，已经学会了基本的蛙式和换气。其中叶柱儿要进步非常多，值得大家给他掌声。永训虽然已经要结束了，但排长希望各位不要因此就中断学习游泳。有练习就有进步，越克服害怕就会表现得更好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不知道学长的测验如何？素儿，哇，怎么那么认真啊？还在练习哦？我想说，趁刚刚在水里面的感觉还在，而且啊，我答应淑静一定要把蛙式跟换气学会。那淑静是手的老师还是脚的老师啊？都是啊。哎，我也要报名，我要跟淑静学游泳。万欣姐的想加一。哎，我们不是还有一次放假吗？那要不然我们大家约一约，一起去游泳池学游泳。好啊，淑敏跟雅姐一起来啊。等他妈妈好一点再说吧。说要出去玩，至少这次一定会跟的啦。去哪里？我要跟。我们再约去游泳池跟淑静学游泳。哦，可是。健测项目不是没有游泳吗？当然，既然都练习了，我不想只学一半，而且距离健测时间也快到了，去游泳应该也蛮舒压的。时间过好快哦，不知不觉就要健测了耶。对啊，好可怕。哎呦，我觉得大家不要压力那么大啦，以我们现在的实力，一定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健测。对啊，对啊，啊，就是因为赵老师不在啦，你看看，如果赵老师在，他这时候就会这样子，哈哈哈哈，我一点都不会紧张，因为我是一个集美貌与体力于一身的女战士。哈哈哈哈，平常看他那么吵，突然不在，好像有点太安静哎。
对耶，我也觉得署命跟之前不一样，好像回到你刚来的时候超安静的，好的样子。干你屁事啊！好啦，的确是有点奇怪啊。哎呦，你想他就说嘛。哪有？你们不想他吗？还好。Nico， 你爹。妈，周伯，干不起来啦，让我认识了大家。我想请问一下，我们大家是不是可以一起通过检测，一起结序？坐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赵雅芝啊，我想那个臭家伙怎么还会赶快回来给我呛一呛嘞？那你们还要来我们家采芒果吗？杨派。你还好吗？我很好啊，我只是有一点担心。别担心啦，送牌一定没问题的。嗯，好。学长，出发前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变严重了？没事，杨牌，原来你也知道送牌脚扭伤的事啊。嗯，对。你需要我陪你去医务室吗？没关系。杨派，你不用担心。其实我们刚从医务室回来，而且你都不知道，今天宋牌是带伤上阵，浴血奋战，他可以说是以一当百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敌，根本就是没有人可以。学长，学长，好了，没那么夸张。哦，对嘛，学长，我真的没事了，医官只是叮咛我一些该注意的事情而已。真的吗？对。真的啦，杨牌，你不用担心，真的没事。你看，宋牌他都可以忍痛做完体测，其他应该没有什么了。那结果什么时候出来？应该很快，就等指挥部那边的消息喽。杨牌，你别担心啦，我相信宋牌他一定可以通过的。走啦，转军官的事情决定了吗？我还会好好考虑啦。那我们怎么办？班长这边怎么会多一本叫吴韵婷的大兵手记呢？写得好奇怪哦，断句都很奇怪，会不会是藏头文？我是你的萧敬腾。大学长生日，想要办个制服 party， 也希望我可以习惯参加。所以我想问你有没有空啊？有啊，有没有空我是要确认之后才会知道啊。Jody， 今天是哪边不对劲啊？哥没在跟你开玩笑，我要向你宣战。哦，检测成绩我一定比你优秀。好，我接受你的挑战。你老是跟我讲你在急啥？啊，就快检测了嘛。啊！我问妈周伯，妈周伯无给我陪，我就拜托你问一下王爷。而且哦，这两天我一陪就陪，安尼一条一条一条呢。啊！你目睭是安怎？无爽快呢？无啦，啊都唔单啦，目睭陪跳几工呢？啊！哎呦，我目睭陪跳，所以今嘛话你在跳。哎，今日真正要发生什么代志哈？